那个这个按住就没办法用了。对啊。诶、欸、出来了。所以刚刚是那个那个按到了。哦，なるほど。好，モジモノ。嗯。那就。マチェット。マチェット。哈？嗯，剪不掉。那要磨它咯，意思？要磨那个剪刀？嗯，有可能吧。要去找磨刀石磨的。再试一次。那我们要去找磨刀石那一类的东西。虽然我觉得我这样讲很蠢，明明这里我都已经看过了。对啊，我忘记了。可是我不能说啊，要交给你反应啊，我就只能配合你的反应来讲话呀、啊。我要找磨刀石。好，找磨刀石。拿树木来磨那一类的树木是吧？好，提示。荷花都剪不断了，能？那剪这边的啊，也是这边的比较小，应该就剪得掉。你烦，你都看到了。没有，所以只能走上面的意思。所以这蔷薇是坏的啊。什么叫蔷薇是坏的？这蔷薇是坏人啊，他是故意不让你回家，一定要让你走上面的。所以蔷薇是坏的。啊，对啊，那上面一定就是魔女的家吧？虽然它上面写点点点的家。对，它就叫魔女的家。嗯。哎，那个坏掉了。坏啊，我也不要你。你都不让我回家，我看到。哇，你的爸爸会很担心的。人家爸爸都叫我们不要接近这里，为什么这个女的还来这里啊？13岁，中医病。我再看一下信啊，搞不好信会变内容。我想太多吗？搞不好你很有创意。没有，创意不管用。我觉得人家说玩大概2到3小时，我觉得我们大概会玩很久吧。我没有看过。嗯嗯，哎、欸，唱，你走到新的地方了。就上面。等一下，你等一下。卡住了。所以我现在只有信而已。嗯，我现在身上只有信而已。对对对。但随便出现一个轻轨，你大概就死掉了吧？想我准备大学。大学是 Z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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喂！你刚按到 X 了吧？不知道。哎，猫咪，猫咪，猫咪。嗯，这猫咪也是坏的。哎呦，怎样？家？啊不，房子。家？你是想讲爷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是想爷。爷。啊，你有其他？树是我的好朋友吗？嗯。树是你的好朋友的话，早就让开一条道路让你出去了。现在就是四周都是敌人的状态。啊，他是那个啦。他是出分点，哦对。阿、啊、你怎么了？点点点，我要点点点嘛。嗯。真的不要哎、欸。哇，挡在出口。嗯。那你无法出去啊。嗯。嗯。哎、欸。跳！这黑猫是坏的啦。要不要进去看看呢？确信犯，反正你也出不去嘛，好急哦！存档吧，存档吧。我进去了。B O L 可以到后面有个，你说像那种后院小路之类的吗？对，然后直接破关的，就是。哎，门开啦。对啊，刚刚开的啊。嗯，这猫啊，我也不知道这猫是好来的坏的。嗯，它给我储存，然后让我进这个，这不是才有趣的地方吗？上。哦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嗯，上吧上吧。这个大大的房间，哦，好暗，就是你的坟墓。准备大喜。大学走出来，走出来，进去的太突然了，我不知道那么快，冲太快，有没有
我的 RPG 魂。RPG 魂。只有那个门能进去吗？旁边没有地方可以走。没有啊。那就只能进去。哎呀，死！去查查看那一滩血迹。我不要。啊！出现狗屎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出现歌曲的意思。我刚刚都已经好意的叫你去查查看那一滩血迹了。我说我不要啊，我要看墙上挂什么东西。不要，所以你就走过去，所以就变这样子。人家就叫你注意血迹的嘛。他没有叫我注意血迹，我叫你。那就这样子。嗯，应该也这么去看一下那封信。啊，这样不会，就嗯，哦，不要踩到那一滩就好了，就是，所以我这样也可以。对啊。切，我按喽，这样不会杀我吧？嗯、应该不会了。哈哈哈哈哈哈哈不要来我的房间吧，嗯哼，没有，嘿、欸，不见了。啊，你房间？你没有说你房间哪、啊？踩下去，没有了。突然断了，刚突然断了，那、啊、现在就没事了。可是我们刚没有发生什么问题耶。对啊。嗯，那有可能你那边哦。那道门不见了，嗯，然后他现在房间好漂亮啊，房子就变得很豪华的样子。嗯，你干嘛、啊？他跳起来啊。嗯，今天晚上要吃什么？人家会延迟哎、欸，多少吧？不是啦，因为他那个他刚只回亚而已，然后我们这边就是这个视窗比较小，所以看不到这边的字，然后多少一定会有延迟啊。嗯，好像很好玩的样子，所以我跟着你来的。所以这只猫，你是不明白状况吗？骗人，他已经骗人的啊！怎么可能？他已经知道，他只是想要看我们的糗样而已吧？嗯、拜拜吧。然后说还有，那话说回来，你是从哪里出现的啊？就是对猫咪而言，它也是突然浮出来的东西吧？浮出来。哦。因为你看，刚刚那边门不见啦、啊，等一下哦、嗯，对不对？嗯嗯。存档，我们这样就花了14分钟嘞、欸。什么黑猫黑木臭？对啊，跟我一样，嗯、我也觉得。蜡烛的，哎呀，习惯。那这样，蜡烛烧出来的看起来怪怪的。我讨厌蔷薇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坏的、啊。蔷薇是坏的吗？嗯，从一开始它就是坏的、啊。那个档案里面，对、啊，我不知道它是被谁控制的，也说不定啊。嗯，也是。嗯，要往哪里走？刚存了哈。看到了，吧，再一次，确实没有分档，应该没关系。嗯，好，那就左右走走看喽。你先说了左，所以我不要先。你现在变成那么神经质，只因为我说左，一般人都蛮讲左右吧，这样子。哎呀，哎呦，这一定是杀人熊。嗯，搞不好。你总不能全部都不查吧？你可以直走啊。嗯，好啊。中。嗯。谢谢。我觉得我们这声音太小了，就是等一下如果有怪物跑出来的话，搞不好会听不到音效。我觉得好复杂，我听不到啊！你大声一点。那仔，你再帮我看看声音会不会对门员太大哦？这样呢？嗯、你看，其实还有一些很细微的那种背景音乐，我们这样都、oh. 我们这样听不到，有点可惜。OK， 好。嗯，
你看，就是这种声音，嗯，像玩那种恐怖游戏的感觉吧。嗯，好，上。时钟现在确认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不知道，有问题，乖乖也没问题。哎呦，就每个都按来查查看了。哎，这是，这是像书房一样的房间吧？可以点吗？嗯，巧克力一百五号，嗯，没有的样子。那不能点，嗯，嗯，礼物绝对有问题。嗯，最好每一个都查一下。嗯，他说这个家回到原本的状态的时候，这个就会打开吧？怎么这么任性的柜子啊？魔女的日记，我刚刚有调哎，欸，我刚刚调了，然后你说不行，所以我才把电脑声音弄小声。我想说，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没有戴耳机的关系，然后那个，所以就麦克风也会收到我们电脑的声音这样子。嗯，而且要电风扇。对啊，要不然就是我们两个都要拿耳机出来，可是我们没有那种可以把，是那种插一个孔进去，然后有两个孔可以分的，哦，我好像放在家里，没有想那么多。哦，好，那。反正现在你还可以听嘛，那就这样子咯。好，然后魔女的日记，搞不好打开就会死了，有受诅咒之类的，都还是得读吧。嗯，我因为生病的关系，谁都不愿意和我一起玩，然后爸爸妈妈也都不爱我，好任性哦，这孩子，这不是他的错吧？这不是这个这家伙的错吧？他只是看人家日记嘛，人家总是可以写日记啊。不是啊，你刚刚说谁，嗯，谁任性？没有，他说日记里面写说我因为就是那个他是因为生病啊。嗯，然后可是他就是说爸妈都不爱我啊，那是他爸妈的问题，不是他自己这样觉得啊。可是搞不好他爸妈很爱他啊。嗯，好，那来看看第一看。嗯，哦，就这样了，没有第二页那类的。你看什么？嗯，嗯，可是他正当这个礼物谁给他的？不是给他的，搞不好就爸妈给的，所以我才说嘛。那两人实况，对，两人实况，我在操作。嗯，是现在正在操作的是一个叫莫次的外星人。我叫莫次，不叫外星人。嗯，就是，反正他叫莫次就对了。嗯，对。然后我叫 AKS， 就这样子。嗯，Teddy Bear 啊，泰迪熊，泰迪熊，就是嗯，在礼物山里面有一只，有靠着，就靠着一只泰迪熊在这里吧。哦，看到了。啊？为什么要拿？不要拿？可是我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玩，知道我那时候觉得它好玩，就是说你就是选错应该也会死，可是你不选，有一些东西你不选的话又无法继续，啊。那我遇到那个问题，我再回来拿。你有那你要联想力很够吧？我觉得，就是这种游戏不就这样？没关系，我现在不需要，我就不要拿。我怕。这里有个泰迪熊。对啊。那有一封信，那我们看那封信好了。他熊会不会突然爬出来？大事准备。你那个要准备按好。我已经按了。好可爱。哭嘛哦。我把那个箭头，箭头还以为他在整，表情好像熊的脸上，我还以为熊变身了，我以为变成那个什么台湾黑熊，吓死我了！真的一个台湾黑熊，我还以为他的表情变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是。嗯，然后，应该不是变台湾黑熊哈，嗯，库马奥哈伯尼，哈伯尼，嗯，然后头，他刚刚那边讲啊，嗯，把熊放到箱子里是不是？篮子里，他已经在篮子里了。哎，欸，对哈，哦，那就不要要拿起来吗？不用拿，会死掉。要传单，不传，传啊，哦好。什么都没有了，
哈。